Hello，铁铁们，这个视频我介绍一下坚果藕粉羹的冲调方法。三勺藕粉羹就可以冲一杯了，然后加入点凉水，先把它调开一下。再加入烧开的开水，一定要开水，低于90度的水它都会冲不开了。开水冲完之后会成这种糊状，我上一杯就冲失败了，上一杯那个水就是量到90度了，有点凉就冲不开了。糊状的，然后放点火龙果丁，变成粉色的，然后晾凉一点再喝。暂停一下，超治愈的颜色。再放两勺我每天都在吃的坚果麦片，搅一下，饱腹又刷脂。我把坚果麦片还有藕粉羹都挂在小黄车里了，有需要的宝宝们可以去。